素问雪气行至原文，原文夫人之常述，太阳常多雪少气，少阳常少雪多气，阳明常多气多雪，少阴常少雪多气，厥阴常多雪少气，太阴常多气少雪。此天之常数，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，是谓足阴阳也。守太阳与少阴为表里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，是谓守之阴阳也。今之手足阴阳所苦，凡治病必先去其血，乃去其所苦，四之所欲，然后泻有余，补不足，欲之备余，先度其两乳间，中折之，更以他草度去半矣，即以两鱼相逐也，乃举以度其背，令其翼于居上，其脊大椎，两鱼在下，当其下鱼者，肺之鱼也，腹下一度，心之鱼也，腹下一度，左脚肝之鱼也，右脚皮之鱼也，腹下一度，肾之鱼也，是谓五脏之鱼，九次之度也，行乐至苦，病生于脉，治之以九次，行乐至乐，病生于肉，治之以真实，行苦至乐，病生于筋，治之以运饮，行苦至苦，病生于咽意，治之以百药，行数惊恐，经络不通，病生于不仁，治之以按摩劳药，是谓五行治也。四阳明，出血气，四太阳，出血恶气，四少阳，出气恶血，四太阴，出气恶血，四少阴，出气恶血，四厥阴，出血恶气也。